还记得怎么冲浪吗？今年肯定要让你站起来了吧？对，胸要先上，对，找好重心，对，划水，喂，好，双手撑，站，不是，不是双脚往前，像滑雪那样子，滑雪，对啊，先这样子，对 ，Hello， 大家早安，我是威毅。我是糖糖。对，我们今天我们来海边放松一下。对，来露营，野餐，野餐一下。而且我们只有上午的时间可以。下午然后下雨。对，因为预报说午后会下大雨。哦。对啊，那现在刚好是一个糖糖很爱的天气，你们看。今天。对对对对，因为不会晒太阳。对。对你就可以穿比基尼晒一下。就没有要晒太阳，还要晒。哦、然后你等一下搞不好可以去冲个浪啊！你看我们那边可以直接冲个浪。今天不是野餐吗？就野餐啊，舒服啊。那你在海边，我们这种大海旅人当然是要搭配冲浪，对不对？就是你吃一吃东西，喝喝东西，然后舒服。差不多无聊了，就去冲个浪。那上来再吃吃喝喝休息。嗯。那你要先把那个啊，我的小天幕给它拉出来。我黑老大其实车上是有一个小天幕，天幕这是第二次使用了。对，来拐杖拿着，第二次使用，哎、好像我都没有开过一样，是真的蛮爽。这样子、啊，这里放在这边，对、欸。小心不要把我的门靠，哎、欸，没有啦，它这个要这样子，这样子啊，这样子啊，然后转的、啊，对。会转吗？啊？这里有个门，有点可以帮你打开。哎、欸，没有，所以你要这个角度啊，这个角度这样子。对，这个呢，我们就把里面这个给它拉出来。等一下，暂停一下。哦，我帮你，来你拍。好，还是要靠我啊。这个就可以先拉出来啊。就给它降下来。嗯，我们的气氛还是要有的啦。对，我还要带野餐垫。对对对，该设定的还是要设定的。我刚刚还其实还有准备餐点，但是刚刚都被我吃掉了。对没，一直吃，就早餐就没了没。我还想说来这里拍个野餐的，但是提前被我吃完了。啊、这颜色好看吗？唯一、欸、小心抓宝嘞。这颜色好看吗？好看啊。那比较尴尬的是，我的车很大台，但是我的帐篷很小。这是最长了吗？就这样子而已啦。屁啦！哎，怎么是照我啊？哎，最好啦，那还没到底吧？就这样子而已。没有，我记得它更长啊。没有，就这样。拉到底了吗？对啊，到底了。其实我这个用意是什么呢？我当初为什么会买那么小张？什么？第一个是，因为它不会太凸，不会像背一个火箭炮。哦。它是手摇的嘛，所以我随时如果到海边，然后我这边放两张椅子，我就可以坐着啦，我就可以在那边坐着。然后我不是要在这边睡觉，或者在这边吃饭什么。那我问你，你有在这边坐过吗？没有。对对对，现在是有你想的有你，想的好像你在这边坐过一样，结果一次都没有。好，帮你铺一下。好的。哎，我们应该买一个好看一点的海滩。还有。哎。好了，这个给你。干嘛？给你玩。你去干嘛啦？啊？你去干嘛？跟我的偶像聊个天啊。谁啊？张震岳。真的假的？对啊。张震岳。是哦。对啊，那个前面那个。嗯。那是他的车。哦。对。是哦。对啊。看不出来哎。看不出来吗？
它是不是变黑了？它本来就这么黑。哦、是吗？它冲浪也很厉害哦。它有比你厉害吗？差不多吧。可惜我们今天没有带大炮。你看，你看，我刚刚就跟你说出来，我说你要不要带？你看我现在心情这么好，坐在这里。哎。那我坐在这里，我可以坐三个小时。今天就是想说来野餐，就不要说一直这样拍，等下网友又公干我，就说什么啊，就是一直这样你们拍啊，那、啊、换个比基尼，试个妆也两个小时啊，对啊，这样都等不了吗？对不对？所以我们今天想说，就是来舒服一下，我没想到这么舒服没有想到今天是这么舒服我要慢慢来啊，等下。我也可以教你冲浪啊，你可以看看能不能站起来。你总是站不起来。两年了，应该让你站起来了吧？直接输站了。到现在还不会冲浪。你刚说什么啊？你刚说了什么？怎么说的呢？你刚刚说你要干嘛？我想先冲浪。我想冲一下浪。啊我嘞？不知道啊，你。因为你慢慢的我们不是野餐吗？但是刚刚浪好像不错你动了一点啊，浪有点不错你看我就说你会受不了吧浪不错男人的嘴骗、欸、人的鬼谁？月哥站起来了哦，出发了，出发出发，我先出发矜持不到五分钟 ，OK， 我也换好妆了。现在是几点啊？8:53。我一说今天要带我冲浪，不知道他等一下上来都几点了。我们等一下来看一下他几点回来，会不会把我忘记了？电影集帮你拍，蛮好看的，不错吗？哇，舒畅！杜宾对啊，刚刚过来吃我的芭辣，真假的？吃两口就吐掉了。我的芭辣，开心吗？开心啊，换你啦！我其实不用是真的没关系，我才昨天染好而已。帮你染一下，可是我染头发。你确定吗？对啊，坐下，坐下，坐下。哈哈，没有理你。现在呢，换糖糖要来冲浪了。在冲浪之前呢，要先学会拿冲浪板。哦，身为一个浪人，冲浪板要自己拿。啊，对，拿得过去就好了。怎样？啊，你都还没到碰到水，你就已经不行了。我不懂，我的脚趾头好。都还没碰到水，你就挂彩了。碰了。好，我们先到这边，来把板子朝向海浪。没错，还记得怎么冲浪吗？嗯。啊，今年肯定要让你站起来了吧？我们先试一下那个滑水追浪，我们就让糖糖来试一下我这一张66的 Nana Leo， 对，出去，然后上趴上板，对，胸要先上，对，找好重心，对，滑水，喂，好，双手撑，站，不是双脚往前，像滑雪那样子。
对啊，先这样子，对，对，就是这样。啊，你到底要不要了？我刚染好了，还漂染呢，还漂哎。好啦，其实糖糖没有想冲浪了。我想要下个月。下个月最热，你可以晒哦。对啊，我想晒这样。你既然不冲，你不想冲，那就我冲啊！我帮你拍啊，刚刚帮你拍很多哎、欸。拍完以后，冲完回去我做饭。真的、啊？对对对，今天我来做饭。哇！来啦！哇、欸！看一下吧，看一下吧，看一下，看一下。哦，哇哦！冲蛋呢、欸？是吗？是冲蛋吗？对，冲蛋哈。然后、嗯、这个。地瓜，嗯，然后鸡胸肉，嗯，然后这个花椰菜，嗯，炒牛肉，嗯，这个蛋怎么样？嗯，这个蛋，这个蛋我觉得还不错，蛮有水准的，嗯，蛮厉害的。但如果能弄得难吃就很惨，嗯，因为今天常常他头发他刚染，染橘色。所以他说，啊，那这样下水的话，颜色不是都没了？好啦好啦，那你不要冲好了。嗯，对，放我一马。对对对，放他一马，但已经很厉害，可以走到海那里。对啊，我有泡到膝盖。还是有玩玩水。我有玩玩水啊，就是不要让我头都好。啊，好啦，然后接下来五月的时候，我在台中会有一场演讲。哦。对，台中的户外展。对，那我的主题，当然就是我是海派。对，我是海系的代表，然后会讲关于一些海啊，我怎么认识冲浪啊，然后冲浪带给我什么 啊等等的分享，我觉得是一个很棒的一个不错的一场演说。那大家如果有兴趣的话，这一个小时我觉得蛮值得的，然后可以来听一下。我也会在哦。好。是摄影师的部分吗？对，你就来听的。来听的部分，嗯啊，但是我的那个简报还没做好，最近要赶一下。加油！现在已经月底了。对啊，对啊，对啊。看你表现啊。好啦，拜拜。拜拜。海上见。